去冷飕飕，大年初四就是要迎财神，不少民众慕名而来，一早就到花莲寿丰乡盐寮山岭福德庙来参拜。哇，今天拜完之后马上就下来刮刮刮了。对，没错，中了。有中多少？中了1500。有拜有保佑，好运真的降临在信徒身上。有极佳地理位置的福德庙，一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景，另一头还可以俯瞰纵谷美景，山海合一。不只有花莲最美福德庙之称，还是个热门打卡点。有人介绍说，就是这间财神庙就是可以帮助工作事业，然后正财顺利这样。迎完财神，隔壁的海洋公园也是人山人海。为了迎接新春到来，更发放168包红包，让好运旺旺来。从垦丁上来到台东，然后再来到花莲，这样蛮想进去看，因为我们想要看那个美人鱼的那个展览。司玉员应景穿上财神服，徜徉在大洋池里头，上演水下喂食秀，吸引不少大朋友、小朋友目光。整个入园人数来说，其实比往年更加的好。像今年，像今天我们预估应该可以将近破到7000多人左右。难得破上超长春节连假，天气不影响出游兴致，四处走春拜年，希望财运滚滚来。华视新闻张怡君、郑慧兰、洪希玉，花莲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